好，我告诉你分享，让得我很兴奋，也是想得回这个 freedom， 但是没有来，因为我 freedom 已经给我爸爸喝了。讲真的 ，freedom 真的很好。三个心情要形容我的心情，就是很开心、感恩，还有很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看到大家都是很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然后明天就是我们的第一天 MCO， 所以今天呢很多东西要做，因为昨晚公司只是刚刚push 这个 super green 哦。蛮好像我铺上去了我的老婆也铺上去了，然后呢铺上去我就开了一包就送一两条给顾客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就是我拿到八包的 order， 然后有的人呢就看 Facebook 直接跟我讲，我要 try 了，我讲you try no more stock， OK， you better take one pack， 他直接讲 OK 啦， try one pack 啦。等下我还要去 open 拿货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出了大概有12包的订单了啦，就是很简单的分享咯。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昨晚有迂回我一个下线哦，我一个下线就是讲我们就聊聊天啊，我就问他怎样啊，最近怎样，他是一个打工人来的 OK， 他就是因为 accident 哦 OK， 他的脚断了，他的脚断了的时候呢，我就问他你不打算要做工还是什么东西咩？你知道他打我什么东西吗？他跟我讲他讲暂时性我对任何东西没有兴趣。我就问他那个保险是不是赔到很多，他跟我讲对，你懂保险赔他大概是300,000左右。我讲哇，300,000左右是蛮多哦，所以我就一定要站台一下咯，300,000很多是不是？然后我就问他300,000如果拿来除，如果今天你有两个小孩子一个老婆你要养法拉利、兰博基尼跟 Porsche 的话呢，你大概一个月要花费大概5,000块，我就算给他看。如果你这样下去，你只是普通的打工，你一个月3,000块，你慢慢搣啦 ，OK， 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家里有法拉利、兰博基尼跟 Porsche 的话呢 ，OK， 你觉得你的300,000可以耐多久？以前的300,000是很大，现在的300,000不是很大。如果你不开窍 ，OK。OK， 我只是跟大家讲分享啦，因为人是这样，我们可以不可以太 push， 但是呢他很相信 Forever 的产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之前他的脚段是给罗莉亚断了的，他的脚已经断了的。他昨晚有来到 office， OK， 我给我看他的脚哦，你懂吗？一个人的脚断了的话呢， OK， 基本上不可以踢球的，但是他就是哦用我们的产品，你懂哦，那个医生跟他讲什么，你的脚现在可以踢球了啊。我听到我傻了，我讲哇，你才一年半了，你的脚好了，你就可以去踢球哦 ，OK。所以我就跟他分享他的现在要做的东西，就是我跟他讲300,000可以，如果你可以进 Forever 这边哦，用10,000块来呢，你就可以哦，可能不是翻倍，可能是6倍还是7倍，最重要哦，因为他对 Forever 的产品很有信心，但是他就是不敢分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马路，我讲是刚刚马路阿伯，你有钱不马路吗？你有没有钱才马路吗？所以我这样跟他讲咯，然后呢他就跟我讲 OK， 这样 OK， 我会约两个朋友给你 OK， 但是哦你不要跟他讲是我介绍的，我讲没问题，总之你给我一个 contact 我就可以帮你解决了。因为哦基本上现在每个人在找生意嘛，没有钱嘛，很多人在炒鱿鱼啊 OK， 包括我的一个朋友做工作了10多年也是种草了 OK， 我等下约他出来跟他聊了，因为我跟他听过 Forever 2次，他跟我讲什么，哎呀不啱我做的啦，我们这些 top salesman 啊， top 你的媳妇啦， top 你的头啊，因为我们讲广东我们很熟嘛，所以他就看到我最近 post 很疯狂啊，有 post 啊 unknown 的 income 啊有 post 啊 post 自己的啊，有 post 其他的人啊，我跟你讲他看到北大喊他就今天哦，他固然约我一点，说我今天很兴奋什么，我等下去送货 Feel Green 要去寄货，然后还要appointment OK 全部东西，然后 last OK 就是最重要，你们 please pray for me 300 BNN 跟650cc group volume。 为什么呢？我很 confident 今年哦 OK 5000cc 是肯定没有问题了啊，然后 CBN level 2 on process， 耶、yeah! OK